我们四川电视台的。四川电视台，那没听到通知的嘛？那通知不没听到通知的嘛？你看他们那情况，那些大案件的。这边也是，我们一开始就看到了这里这个房屋倒塌的情况。我们看到这应该是一个两层，还有一个阁楼。那这个阁楼的外墙是完全脱落了。二楼呢，我们发现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二楼，我们靠近这两边，靠近我们的这两间房，从左往右，那么左边的这两间房呢，它也是上半部分的窗户出现了倒塌的情况。那右边，我们看到最右边那个小房间，墙的外墙已经完全倒塌了。好的，目前交通发布又发布了最新的交通的信息。今天早上11点之前呢，以下铁路线始发动车将停运。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，受四川泸州泸县6.0级地震影响，铁路部门正全面检查西成高铁、成贵铁路、渝贵铁路、兰渝铁路、正渝高铁、沪蓉铁路、成渝高铁、连卢高铁、成灌铁路、成雅铁路、内六铁路等线路受影响区段的设备。那么是在今天早上11点之前呢，以上的线路始发的动车将全部停。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受四川泸州泸县6.0级地震影响，铁路部门正全面检查西成高铁、成贵铁路、渝贵铁路、兰渝铁路、正渝高铁、沪蓉铁路、成渝高铁、连卢高铁、成灌铁路、成雅铁路、内六铁路等线路受影响区段的设备。那么是在今天早上11点之前呢，以上的线路始发的动车将全部停运。持有停运动车车票的旅客，可在30天内到任意车站办理全款退票手续。通信电缆吗？我们看到现在是有一个电缆，出来。我们看到这儿有电缆，已经挡住了我们。哦，这是一个通信的电缆。那我们发现这儿可能会不会出现一些信号不好的情况？我们的车也是要通过，人力的把这个线往上抬一抬，我们才能够顺利的通过。